家出了个天才。我认为他对他自己的色彩有他自己的理解。别人无法进入的，但是呢，他能看得透你。我觉得他是天才，是一种感动。应该从3岁到4岁之间嘛，突然发现孩子呢，跟常人的孩子不一样啊。常人的孩子可能是会，就所谓说说笑笑啊，会语言上面，爸妈啊叫一些背诵什么唐诗啊、人歌什么的，他就不会。然后去医院一检查，说是自闭症的，然后呢？医生告诉我们，自闭症是伴随终身的。当时听到这个消息，他妈妈，我们感觉真的，天要塌下来了。7岁那年嘛，在北京的叫星星语的一个机构，专门是就是自闭症的一个康复中心，然后画了一个就是点连线一个苹果，居然一坐下去，他就能完成了，然后他的线条。就好了，好像是真的是神雷之笔，他就没这么训练的，就能画成这样。这样的画画的经历，开始画蜡笔画啊，叫水粉画啊，真正接触油画的是应该是11岁左右吧。每年的4月2号是一个叫自闭症日的，他画了一幅叫是爱在蓝天下的是爱在蓝天下，那当时就选出来，说毕长英画的最好，那么就坚定了我们这样的信心。那么很多当时就很多的一些艺术家也好去看的，这个人有前途。疼，你可以再画得快一点，用黑。这是画非常棒，绍兴的科。好了 ，OK。好，你放的这个有点厉害，那我擦。握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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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大师对话啊，10分钟，非常好啊。10分钟，什么什么？10分钟，非常好。当时我看到资料，我很震惊啊。没想到他这么高高大大，看上去非常健康。你看现在他就在我这儿走来走去哈，世界他是第一的，他是真是朝向一个大画家的路上发展的。而他这个年龄，19岁，还是读美院入学的年龄，他已经画出创作出这么多的作品，而且是很好的作品，说明他是天才。我想跟你一起走。因为我在这条路上，我正在探索呢。他比我走得快，我跟着一块画，我觉得我能提高得快一点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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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刚认识他们家人的时候，谈起这件事儿的时候呢，我不是特感兴趣。一直到我见到他，你见到他，他给你什么样的一种感觉？是一种感动。他能看得透你，你看不透他，他能看得透你。他的世界里头。真的是纯净的。我认为有些时候他活得比我们还要开心，纯真、真实，好的就是好的，不好就不好。其实他很简单了，他的生活也很简单，他的需求也很简单。一根棒棒糖可以乐一大半天，给他一个烤麸饼干，他可以在3米高的墙上画几天。
Thank you.